齐公子拜天下第一剑客江逸雄为师，日后必定会纵横四海啊！江帮主乃一介武夫，而齐公子则文武双全，必将是青出于蓝呐！啊！哎哎哎哎哎！你们知道吧？我师父那是统领北方曹邦，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非常人所能啊！是。哎，齐公子啊，听说令尊即将由顺通府同知，升迁为临阳府的知府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替我爹，我跟你急呀！真是扫兴！让开！来人，把住四门，任何人都不能放跑了！快！走！好！快！快！ 齐公子眼光俊雅，今天咱们就猜一猜，这弹琴的女子要有几尺啊？哎，对呀，谁先猜谁先猜啊！啊，有趣儿，雅致，当然由齐公子你先猜啦！啊，好。哎，我看有一尺七，哎。 我要是猜错了，我赔你们一人二两银子。哎，你们要是错了呢，一人给我一两就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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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真是一帮混账！齐大人为官清正，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不成才的东西？哎，就是。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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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怎么这么没规矩啊？家里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无非就是老爷叫我回去嘛。回去告诉老爷，我在竹山书院发奋学习呢。哈，不是的，大少爷，官府正在捉拿老爷呢。什么？捉拿老爷？ 他不捉别人就是好事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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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大可不必如此。你有什么冤屈，可以到公堂上去说。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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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从今往后，你是放官之子，再没有什么优越了。你要孝顺你娘。齐儿，你起来吧。你爹等你，就是要叮嘱你这句话，以后要好自为之，别再给你爹添麻烦了。大哥，走吧。保重。 老爷，爹，老爷，爹，太好了，爹，哎呦，这个惨了，这个。
这灵石啊，颇有神奇，听说在月光之下，玉石针凑巧，会有流光溢幻之景，七色纷呈，犹如溪水摇曳。这石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啊，我听人说起过。啊，铁斧头走南闯北的，听过见过。这其实果真如此吗？ 小姐，有人找你，有急事。走。小姐，你看，是你找我吗？是，铁斧头。是劳累虚脱之象。灵儿，速派人把他送到医馆。是，小姐，你们几个快。是。齐少成，连山。 灵儿，快去请旨。 我要去顺通府。是，小姐。夫人，房子虽小，但是能避风遮雨，就委屈你们先住在这儿。小月呀，真没想到是你收留了我们。快别这么说。少爷，少爷。 少爷，少爷，滚开！娘，娘，咱们怎么能住这么个破地方呢？再说了，怎么能让一个丫鬟施舍？走，我带你走。你，哎呦！娘，你酒后失言，我们齐家遇难。 是小月收留了我们，你这个畜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娘，你是不知道啊！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遍天下，你让人家知道，咱们住这么个破地方，我脸往哪搁呀？啊！再说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你给我滚！我带你走，走！滚！我，你给我滚！娘，夫人。 娘，夫人，娘，夫人，娘，哎呀，大少爷，娘，滚开！好，你们都不走是吧？是不是都不跟我走？好，我走，我走。哎，大少爷，娘，夫人，小姐。 夫人，啊，小月啊，对不起，夫人，家穷，只有这些，怠慢了。谢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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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们，我家里外。
就剩这点银子。我现在就用它，请诸位喝顿酒。够豪气，来喝。哎，来来来，喝喝喝。不过呢，我有一事相求。你看，你们谁能不能借我点银子，也好让我们一家人有个安身之处啊。这七公子，我们这次来是看在你以往的交情，你让我们拿钱，这我们怕受牵连呀。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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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怕受牵连呐。七公子，我们告辞了。啊，告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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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告辞了，告辞。哎，真是瞎了狗眼了！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小月，夫人，靠，野菜。夫人，我们从小吃就吃惯了，没事的。小月，你，夫人，别担心。大少爷正在想办法，齐家会好起来的。小雨，没事的，夫人。大少爷，滚！少爷，小月只怕你能振作起来。我已经给铁捕头传信了。铁飞花，就是我爹被捕之前说的那个女捕头。嗯，老爷被捕之前，想要请铁飞花前来查案，可是。我虽然与我父亲不和，但是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贪污一文一厘的。畜生！你竟然在饮酒作乐！你不分黑白抓了我父亲，还有脸说我孽障？大哥就是为了供你挥霍奢侈，他才做了不义之事。今天我要替他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之子。我告诉你，你没这资格。你饶了他吧，他是心里气才会喝酒的。小月，你知道吗？我大哥他已经畏罪自杀。你说什么？大哥他畏罪自杀了。
小姐，住店吧？不，先去齐家。去齐家？在云州就知道齐浩成死了，还去干嘛呀？就是因为人死得太快了。就。睡啊，娘睡不着啊。胜儿，小月可是个好姑娘。娘在想啊，要是铁飞花为你爹平了冤屈，你可要明媒正娶的把她娶到家里来呀。娘，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啊，可是，大嫂。灵儿，哎，进去看看。是，小姐。大嫂，你就听我一句吧。房子我都给你们租好了。陆捕头，我们用不着。叫二叔。二叔。说抓人就抓人，是二叔干的事儿吗？再说了，我爹根本就没有贪污，既然没有贪污，就没有罪。没有罪，岂能畏罪自杀呢？琪儿，不得无礼。二叔，别怪他。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搬家，怎么对得起小月他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呢？再说，我们也不能连累你呀。大嫂，小月一家住在破庙，她为了供养你们，已经到青楼去当使唤丫头了。什么？小月她？小姐，小姐，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院子里更是掘地三尺。这里一定有蹊跷。铁捕头，曹某来迟了，有失远迎。曹大人，铁飞花有礼了。不必客气。铁捕头，是否想要查看这座古宅？嗯。那就请吧。
越线上告，一律先打50杀梅棍。大人，小人击鼓并非喊冤，只想求见铁捕头。好，暂且记下，抬头说话。大人，小人这有一封家父临终前的血书，还请铁捕头过目。莲儿，小姐，莲儿，还是先呈给曹大人吧。啊，铁捕头，休要客气。曹大人，那我就真不客气了。月落乌啼，暗映阶碧草，青莲坡为谁？老山寺，绿竹新。曹大人，齐少成这是在自辩清廉。清廉？那他为什么自杀呀？大人，家父临终前，他说……曹大人，赃银现在还未找到，所以我们应该把犯官的家属一并下狱审讯才是。好，捉拿犯官亲属，尽系下狱。铁飞花，你枉为神捕。莲儿，掌嘴。夫人，你别着急，铁捕头公正廉明，办案神奇，一定能为老爷平反昭雪的。我知道，我知道的。大嫂。啊。总捕头怎么样了？大嫂，铁飞花要将你们一家人打入大牢啊！夫人，齐生，赃银藏在何处？你倒是招是不招？铁飞花，我父亲真是瞎了眼，怎么相信你了？来人，杀威棒伺候，给我狠狠的打！是。放开我！快点进去。铁捕头，铁捕头，铁捕头，留步！铁捕头，你这样做会激起民愤的。罗捕头，你跟齐少成是结义兄弟，按照大明律法，你应该回避。回避？我可是总捕头啊！现在就是天王老子也要回避。这，卢大人。小玉。卢大人，你怎么来了？现在戚夫人一家在大牢里，我要给他们送饭。小月，谢谢你啊，我去送。总捕头还真讲义气，也不怕受牵连。结义一场，绝不袖手旁观。你勒死齐少成，让线索断了。
可这账本儿，如果要落到铁飞花手里怎么办？大人，属下是听到铁飞花要来，迫不得已才杀了齐少成灭口啊。齐少成跟你说，他自制了一本密账，打算交给铁飞花。是啊，大人。可这毕竟是打算呢，况且第二天他就下了大牢。你说这铁飞花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小月，你向我通风报信，已属犯罪，当与罪犯连坐。啊，我在信上都说了。8月15亥时一刻是什么意思？连山是什么山？在哪里？不知道啊，铁捕头，我真的不知道。账本的事儿，一定是齐家有人知道才报了信儿。大人，不会的，我派人秘密的监视，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大人，你想，如果齐家人掌握了什么证据，那岂不就去京城告状啊？心病呢，账本没有下落，毕竟是心病啊。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齐少成家有个不孝的儿子，却有个忠心的婢女啊。哎，小姐，你可立下了规矩，办案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动刑。既然齐少成清廉不贪，他家里为什么被挖得乱七八糟呢？如果不是在找赃银，他们又在找什么呢？齐大人，你对清廉二字作何解释？问得好。清正廉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哪。齐大人就做到了，廉不为名，只为一腔报国热忱。我家有一尊奇石假山，山石有一圆孔，月光穿孔映照在地，流光纯净如雪，我给他取名连山，以求自勉。刘儿，你去禀报曹大人，我要提审齐胜。齐胜，你是家里的长子，你父亲一定会把赃银的下落告诉你。我爹没有你那么脏。你要是如实交代，可免你一家人受罪。我告诉你，我已经做好了杀头的准备。
你还有弟弟妹妹呢，他们可都年幼，你为了获取赃银，连他们的命都不顾了，这还算是人吗？是啊，这20年来，我对不起我的父亲。不过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为我父亲洗清罪名。以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冥顽不灵，20鞭，给我狠狠的打！是。一个纨绔子弟，如此强硬，连审3日不见招供，可见他并非知道赃银所在。不，他肯定知道。像他这种纨绔子弟，眼里就只有钱。曹大人，我现在有些担心呢。你的意思？齐盛平时交友广泛，我担心会有人劫狱。铁捕头不必担心，那齐盛只有酒肉朋友。哦，那也不得不防啊。好。铁捕头多虑了，这齐盛连钱都借不到手，有谁会劫狱去救他呢？我反倒担心，你这般审下去不见结果，会让你的名声受染呢。哦，为了办案，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就是要拖着他，不让他睡觉，哼，看他能跟我耗多久。曹大人，告辞了。孩儿就是被他们打死，也要为父亲洗清罪名。儿啊，你受苦了。大人，这铁飞花为什么认定齐盛知道赃银的下落呢？啊，铁飞花他这是先入为主，才这般刚愎自用。好。好，让他把齐盛折磨死，反正这小子活在世上也丢人。大人，我怀疑其中必然有诈。哼，神仙还有打盹的时候，那铁飞花是神仙吗？我反倒断定，齐家没人知道账本的事儿。娘，我一直在想，我父亲留下的那首诗，一定暗藏着什么用意。那等你二叔和二婶送饭的时候，把这事告诉他们。不，不可。你想，从我爹被捕入狱，一直到身亡，这卢远河行踪诡异。他对曹大人是万般的敬奉，竟然敢给咱们一家来送饭。这冤案来得突然，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儿啊，这几天你变多了。我呀，这都是让铁飞花给逼的。
铁捕头，还审吗？我冤枉的，我没做。神，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是不是铁打的。开门。月落乌啼，暗映阶碧草。 青莲颇为水，老山寺绿竹新。你在这儿嘟囔什么呀？哎，什么调啊？词不词，曲不曲的。大人，大人，齐声约狱了。啊？什么？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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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追！别跑！站住！别跑！铁捕头是最先发现迷药的。铁捕头要我先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走了两步就晕倒了。下去吧。是。 没人能够跑出去，因为有人闯入，先将外面的狱卒点晕了。会武功？是啊，所以他们没追上。好了，铁捕头，确实是我有所疏忽，没听你的建议。铁捕头，敢问一句，你的丫鬟呢？我派她去清源县。 暗中探访了。哎，齐公子，你醒了。 你谁？这什么地方？是因为侠师救了你，他要你去找曹帮帮主江一雄，破解那首血尸，定能为你父亲翻案。对，我可以去找师傅，他见多识广，能帮到我。大人，属下已经查明了。 这柳儿确实是在清源县。嗯，这是好事儿，说明铁飞花误入了歧途。嗯，哦，曹大人，现在外面都在谣传，说的是齐胜身上确实有藏宝图啊。别管这个，我要的是账本儿。把齐家的人放了。 也许真如铁飞花所说，让齐胜的母亲做诱饵。等齐胜一出现，就杀了他。哎，大人，不能杀他呀，先要查清楚是谁劫走了他。这齐胜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到那时候再杀他也不迟嘛。嗯。见过，见过啊，见过，谢谢。哎，铁捕头。 齐公子不是去哪里了？什么？昨晚他去朋友家借钱，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我一大早起来，他人就不见了。他能去哪儿呢？大人，他是去找小月，属下忽略了他。找小月？一个丫鬟？对。大人，你想，也许那个劫狱的人。 他以为齐胜身上真有藏宝图，可是他一旦失望，他就不再带齐胜去寻宝了。这样，齐胜就走投无路，只有回头去找那个小月。嗯，老爷，孙公公派人传谕，快快有请。是。孙公公自愈，顺通府曹天月，案犯齐少成，既以畏罪自杀，不可再牵涉无辜。 将其亲属逐出顺通境内。
至死不许归还，着曹千月令铁飞花尽快结案。遵命。大人。还是干爹替我赏的周到。卢捕头，秘密押解齐少成亲属出境，不得走漏风声。嗯。哦，还有，捉拿齐胜的事儿，不可耽误。是。月落乌啼，暗映阶碧草。拗口，不合辙呀！哎呦，你整天唠叨什么呀？你看，月落乌啼暗，映阶碧草青。廉颇为谁老？山寺绿竹新。诗。对了，这是诗。你以为这什么呀？哎，这是齐少成写的血书。当时让铁飞花那么一段句，说这是齐少成用来表明心迹，已是清白。这铁飞花呀，真没学问。嗯。月映连山。这好像是藏头诗。连山，难道指的是廉颇庙？大少爷，快进来。走。大少爷，你怎么来了？嘘，小月，你身上有钱吗？没有。大少爷，你快跑吧，遇上官兵你命都不保。是啊，我要去找师傅破解血书，我身上没有钱怎么走？大少爷，你先藏起来，其余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啊，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话？老爷，不好了，老爷，总捕头带人来抓你了。小爷，记住，8月15亥时一刻，请铁捕头来查。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8月15，亥时一刻。可8月15已经过了。大少爷，别想那么多了，你快走吧。姐，我会想办法给你送去，你快走吧。谢谢你啊，小月，我先走了。嗯。啊！铁飞花有令，把你们拿下。拿下。
这个人是谁啊？8月15，亥时一刻，月映连山。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人，齐少成喜欢研究天象，而齐盛自幼就跟他父亲学过，恐怕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所以不如先把齐盛给杀了，以免后患无穷啊。你不是说有位武艺高强的守备救了他吗？怎么杀呀？这守备会是谁呢？难道是齐少成的知交好友？不会的，大人，齐少成向来是清高孤傲，不跟官兵打交道。一定是铁飞花，是他想找到证据，所以才派他的丫鬟秘密放走了齐盛，也好跟踪他。这句话不能让铁飞花知道，我会拿孙公公的手谕逼他走。你绝不能让齐盛和小月活着。大人放心，下属一定会想办法杀了他们。恭迎帮主，江湖过千帆，道义一肩担，曹字三点水，弟弟五等钱。好，坐。谢帮主。报。帮主，急报。讲。帮主，齐盛越狱了。嗯？怎么会越狱？怎么了？这怎么回事？什么？越狱？他是怎么越狱的？不清楚，四处都在传。他身上带着一张齐少成藏赃银的地图，现在铁刀门、乌衣派和盐帮都在四处搜寻他的下落。真的？千真万确。他奶奶的，齐盛是我的记名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传令，寻找搭救齐盛，一定把那笔财宝给我弄到手。是。曹大人。啊，铁捕头，有劳你远道而来，破获此案。曹大人此言差矣，此案并未结清。铁捕头的意思是？我听说附近有一座廉颇庙。有。是座老庙，是否有绿竹？绿竹无数，此山称为竹山。曹大人，我知道赃银的所在了。孙公公的手谕是说，尽快结案，并没有说不结。莫非曹大人是想借故提前赶我走啊？哦，哪里哪里，铁捕头。你不会是以此为借口吧？并非借口，血书上写得很清楚，老山寺，绿竹心。曹大人，这次我赢了。嗯。京城派人传信，据悉柳儿回到督察院面见方锦。曹大人还是尽快把齐少成的夫人给放了，好引齐盛上钩。我已遵孙公公之命，将犯官亲属逐出顺通城外了。那就只好请曹大人陪我去探廉颇庙。老爷，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大少爷吧。爹，孩儿不孝。孩儿虽有替父翻案之心，却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啊。爹，大少爷，再难我也陪你一块儿去。爹，保佑孩儿。小月，我们走。
这么多竹子？铁捕头，那赃银藏在哪片竹子之下呀？曹大人，如果齐少成在血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不是连狱卒都可以找到赃银了吗？我在想，齐少成肯定是留下了什么话或者是信物与血书相匹配，把它传给了齐盛，而齐盛那个草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还没来得及取。铁捕头这些话有道理。曹大人，就算账簿藏在这儿，他也未必挖得出来。曹大人，我突然想到，如果要埋那么多赃银，肯定会大肆动土，而挖过以后又盖上的新土，会跟原来的有新旧之别，所以我在想，你应该赶紧派大量的人去勘察寺庙周围所有的竹林，是否有此迹象？哦，曹大人，铁捕头这个办法好啊！曹大人，在下请大人去秦阳卫，请求千户大人调兵勘察，守住此地，以防有人在这儿乱砍乱挖，毁了这片竹林呐。嗯，说得对，我这就去青阳卫搬兵。报。大人，齐盛又跑了。又让他跑了？难道你们这么多人都是饭桶吗？他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只说有200里地。曹邦，铁捕头，他一定去了曹邦。曹邦帮主江义雄是他的师傅。小月，小月，小月，小月！大少爷，我在这儿呢。大少爷，小月，你去哪儿了？我去前面摘了一些野果子，好带着咱们路上吃。哦，不早了，小月，我们还是赶路吧。宗捕头，嗯，我到了，你可以回去了。啊，铁捕头，我想问问你，柳儿姑娘到底到哪里去了？京城，我让她去找方大人，为了请尚方宝剑。尚方宝剑？那上百万两赃银，直隶省都一年的收入都没有这么多。这件事非同小可，朝廷应该重视。而且这件案子，我一定会查到底。宗捕头，我希望你协助我，这可是建功的好机会。多谢铁捕头信任，卢某愿意效劳。宗捕头，我还有个设想。请说。以齐少成的人品，我想问你，你相信他会贪污吗？这……如果他不贪污，那血书上所指的就应该是一些证据。什么证据？那上百万两赃银真正的去向。什么？铁飞花猜测是证据。是啊，大人。哦，不过好在铁飞花在等着柳儿请回尚方宝剑，他还不知道齐少成留下的那句话呀。绝不能让铁飞花和齐盛见面。可是大人，如果铁飞花抓住齐盛，齐盛又急于给他父亲洗冤，他一定会说出那句话的。哎，铁飞花这么精明，他一定会查出证据的下落呀，大人。必须除掉齐盛和小月，凡是他们可能去过的地方，都要查找。否则我跑不掉，你杀死齐少成的事情，
也会败露。大人，齐胜一定去了曹邦，他一定不敢走大路，一定翻山而去。我一方面派江湖上的刺客去杀了他，一方面派捕快赶到县城。大少爷，吃个果子吧。你先吃吧。我不饿，你吃吧。小月，过去的事情，我对不起你。大少爷，不要这么说。我们走吧。好。敢问姑娘方姓大名，为何一路相救？你这笨蛋，你把他杀了，我怎么审问他呀？赶紧上路吧。哎，他的声音好像是铁飞花的丫鬟。铁飞花？不可能，他哪有这种好心？不过我看他没准安排个丫鬟跟踪咱们，想查到赃银。哼，看来他想错了。咱们走吧。哎，小月，既然有人保护咱们，干嘛还要走小路呢？走，走到了。嗯。大人，你请看。这是齐少成血书上的那首诗啊。正是这首诗，大人。现在这首诗已经遍传全城。而且江湖上各门派以及顺通府各县官员已经知道此事，他们已前往廉颇庙，打算挖宝。这样一挖，迟早会挖到账簿的。我已经派官兵把守了，他们暂时还不敢挖。齐胜和那个丫头怎么样了？大人放心，属下已经安排妥当。少爷落难了，求你赏几个包子吧。哎呀，落难的多了，我管得了吗？大哥，我家老爷是清官，冤死了。清官？现在哪来的清官呀？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大哥，走吧走吧，你给我求求你了。小月，起来。哎呀，走吧走吧走吧。来肉包子。哎，好嘞啊。大人，孙公公的信使到了。快请。请问干爹有何事下？方大人正在为铁飞花请上方宝剑，孙公公拦不住，希望你把这件事儿好好抹平，否则后果严重，他也保不住你。啊！总捕头。你怎么忧心忡忡的？铁捕头，你到我家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是有急事，我要去找齐胜。我想你跟齐少成是结义兄弟，必然希望他的冤情能得以昭雪。那当然。你查到什么证据了吗？我大哥真的是被冤枉了？只要找到齐胜，就会得到证实。
总捕头，我此次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隐瞒行踪，到时候案子一破，所有的功劳都是你的。乱意下劳，只要你能帮我大哥洗清冤情，我在所不辞。那就多谢了，告辞。师父，啊，师父，圣儿，快快请起。啊，师父，还请师父给孩儿指点指点。嗯，这已经不是什么宝贝了，它只不过是血书原本而已。来人。这东西我也有。圣儿啊，官府找你，江湖众多的帮派也找你，找你什么？找你身上的财宝。师父，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爹为官廉政，一定不会贪污半文钱的。那曹千月为什么要封山呢？他封什么山？他封的是银子。他想要，我也想。富贵险中求，不求就没有。师父，我爹一定不会贪赃枉法的，还望师父能为我爹伸冤啊！圣儿，请放心，师父甘愿为你冒此险，在所不辞。不过，我听说与血尸相配的还有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什么信物，你知道吗？师父，是一句话。嗯。8月15，亥时一刻。大人，是不是这里？我打听过了，就在这里。好。8月15，亥时一刻，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快带他们从密道出去。小月，快走。好厉害的武功，把金钗还我。你是谁？啊，铁飞花。哼，使劲。嗯，君爷，什么事儿？把齐胜交给我。铁捕头，铁捕头，铁捕头，你在这好办了。我们已经盯着曹帮很久了。铁捕头，我曹帮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你只要窝藏了要犯，就违法了。流水的千帆，生根的帮会，所以你还是为你的帮助们多想一想，不要顶风冒险了。听铁捕头的意思，要搜查了，请便。给我搜。是。嗯。
齐公子，你们先在这儿避一避，我们走。大少爷，柳儿告诉我，铁捕头抓你入狱是想打消你身上的纨绔气，激发你的勇气。放你越狱是磨砺你的意志，也吸引江湖帮派的注意。小玉，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大少爷，其实那首血诗的意思我知道。你知道？姑娘，快说，你知道什么？血诗上每句第一个字和偶句第二个字加起来就是月映连山四街。好，谁也不会想到拿这种方法去拼凑啊。师父有所不知，其实我爹走之前留下一句话尤为重要啊。八月十五，亥时一刻。八月十五，亥时一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八月十五亥时一刻，月光所照，就是埋银的地方。那还要等到明年的八月十五啊。哦，师父莫急，当年我随我爹学过一些天象之学，根据当日的月光就能推测出明年的八月十五亥时一刻月光的所照之处。哦，那太好了，到时候曹帮里有你一个位置，财帛中有你一份银子。报！帮主，铁飞花又来了，他知道齐公子在这儿。我知道了，下去吧。是。师父，我该怎么办啊？生儿，跟他们去。我拿到银子，就把你买出来。小姐，江义雄上钩了。嗯，现在该钓另一条鱼了。鱼，齐胜，在。齐胜，我们就要在此别过了。你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现在都很安全，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有胆量吗？放心。我答应你。不过我要告诉你，这次去找吴远鹤，有可能被抓或者被杀，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一定要小心呢。铁捕头，只要能给我爹伸冤，就是千难万险，我都在所不辞。路上你和小月要多保重。好，告辞了。一路好走。就。在此歇息，下马。阿布，铁捕头，麻烦通报一声，我要见曹大人。是。哦。曹大人，总捕头。铁捕头。曹大人。铁捕头真是辛苦啊。曹大人，我虽没有抓到启胜，但是我敢肯定，他就在齐江县境内。不要再找借口了。你先看看这个。是孙公公和方大人的手谕。他们两位大人都是一个意思，说你的行为严重扰乱地方，骚扰百姓，使流言蜚语四起。现已传至京城，让龙颜大怒。曹大人，铁飞花，孙公公和方大人要你立即回京，务查此案。
违者必究。好，不过还得劳烦总捕头陪我去趟客栈，收拾一下东西。愿意下劳。卢大人，就陪他走一趟吧。铁捕头，告辞了。请吧。总捕头，有些话我想跟你说。铁捕头，请讲。像曹千月这种昏庸无能、缺德少才的人，都能为一方太守，而你总捕头精明能干、德才兼备，肯定不会听其为非作歹吧？谢谢铁捕头夸奖，我卢某自有自知之明。我一直在暗中调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发现齐少成他并没有贪污赃款，而是抓住了曹千月犯罪的证据。真的？齐少成一向为官清廉，入狱便有冤情，有冤就不会畏罪自杀。他不是自杀的。上吊和勒死是有天壤之别的，我想这点总捕头比我更清楚。方大人和孙公公联手给我下的手谕，是想逼我走，以此来迷惑曹千月。铁捕头给我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发现你对齐家一家人关怀备至，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况且你跟齐少成又是结义兄弟，所以我相信你是可信可靠之人。铁捕头，多谢你对我的信任。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一直希望你跟我站在一起，否则一旦我抓住了曹千月犯罪的证据，你必然会受牵连，所以我希望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我告辞了。小姐，你还担心什么？方大人是被逼给我下了手谕，这就说明孙植这次是下了狠心了。齐盛从小娇生惯养，而小月又没有见过多少世面，我担心如果齐盛这一次有任何闪失，就会满盘皆输啊。小姐，那卢远鹤会上当吗？他这个人受压太久，心思缜密，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相公，少喝点吧。哼。当初结交齐少成吧，是想图他能帮我有个升迁的机会，谁知道他这个人呢，是只讲情义，不帮这个忙。说什么廉洁自律，几个人廉洁，谁还想自律啊？既然他对我无义，我也只好把他给出卖了。这下跟了曹大人呐，你就有前程了。哎呀，什么前程？哼，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仗着是孙公公的干儿子吗？啊？哎，你想想，孙公公有多少干儿子啊？就他这么个小小的知府，
在孙公公眼里，他算个屁。既然我已经出卖了齐少成，惹急了，我一样把他给废了。生儿，二叔，你终于肯相信你二叔了。啊，来来来，坐。二叔，嗯，什么都别说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是铁飞花一直派人在抓我。二叔，不过求你相信我，我爹他真的没有贪污。啊，我爹只不过是掌握了曹千月贪污的证据。证据在哪儿？我刚才在远处已经看了月光，这东西应该在庙前第七或者第八级台阶的下面。不过那里有官兵把守，所以还希望二叔能带我去取啊。好，只要能为大哥洗冤昭雪，我在所不辞啊。不过，胜儿，先不要着急，我先让婶儿给你弄点吃的，咱们爷儿俩边吃边谈啊。哎，把这个给他放进去。这是什么？蒙汗药。何不把他杀了？你懂什么？找到了账簿，将他毁掉，就算万事大吉了。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将齐胜拿入大牢。找不着，就寻个机会把曹千月给杀了。这样，铁飞花就永远查不到我这儿。谁呀？大人，是我。哦。大人，打扰了。大人，我知道账簿藏在什么地方了。哦。啊，谁？是你。江帮主，齐胜说的没错，这里并没有赃银。我想提醒江帮主，千万不要和守庙的官兵对抗，以防引来杀身之祸。不可能，千真万确，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既然江帮主已经来了，我想请江帮主替我做个证。江帮主素有侠义威名，应该不会拒绝吧？作证。做什么证啊？
多谢总捕头，这个账簿就是曹千月贪赃枉法的罪证。来人呐，把铁飞花给我拿下。大家都不要动，我只想请大家给我做个证，这个账簿是曹千月和卢远鹤贪赃枉法的罪证。铁捕头，你看清这账簿，那上头我可没贪赃啊。你这个贪赃枉法的东西，你杀了我大哥，今天我要替我大哥报仇。是他杀死的齐少成。卢远鹤，我手上的账簿只有前面几页是真的，后面都是假的。可是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死朝廷命官这件事却是真的。你卢远鹤擅杀朝廷命官，依律法斩立决，为褒扬曹邦好汉急公好义之举，本司特赠匾额一块，上书急公好义四字，以弘扬民风正气。铁捕头，多谢你以及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才使罪犯伏法。哎，真没想到，忙活了一阵子，得到的却是一块不能吃不能喝的匾啊！那好，我铁飞花请大家去吃一顿，好好的喝一杯，以表谢意。免了，铁捕头。见面就是缘，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想请教。江帮主，借一步说话。哎呀，这是挺好的。你的亲民已赴，恶人也已伏法，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铁捕头，为什么要用这种计谋来办案？其实真正的秘密就是血尸的头四个字，月映连山，而这连山就是齐少成家中的假山。哦。8月15亥时一刻，月影投射之地，就是账簿所藏之处。齐少成拿血书给我，是因为只有我才知道连山是什么。既找到账本，又何必多走弯路呢？单凭账簿不足以使曹千月伏法，况且他又有孙植的保护，所以我必须要借卢远鹤之手除掉他。所以你就故意传出假的消息，让江湖人哄抢财宝，帮你抵御官兵。我铁飞花无权无势，所以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除却奸恶。江帮主，这次我利用了你，实在亏欠得很。铁捕头侠肝义胆，是我江某敬重之人。
孩儿会谨记你的教诲，做一个清明正义之人。铁捕头，秦收七胜一败。哎，快请起。七胜，你一定要记得，邪不压正，你要像你父亲一样，做人清廉正义。嗯，我一定会记得。铁捕头，多谢你。小月是个好姑娘，可不要辜负她。好。小姐，小姐，小月要出嫁了。什么？小月要出嫁了，你说什么？我说小月要出嫁了，你这个呆子还不快去啊！小姐，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呢？这个世上唯有情字最难猜。小月她是个好姑娘，我们走吧。气藏在你胸，你眉目细思量为我心中，谈笑之间记得写下从容，剑在手空刀在心头荡气不平，何惧荆棘当身前你无声，看淡之间画出那道彩虹。醉夕阳斜，走得坚决，莫说红颜辗转，满面风尘，最美仍是回眸一瞬。为誓言你惩恶扬善，凭信念铲除贪玩，一身正气哪怕迷雾遮眼，策马仗剑情已远，不知风中有佳话流传。